独城在市区高速狂飙，撞车后汽车逃逸，慌忙中还摔了一跤，爬起来还想逃，立刻被警网围捕，压制在地。歹徒不停车，并开车啊冲撞我们的警车啊，对空鸣枪啊，以及对轮胎啊。涉及共有五发子弹。其余同伙不肯就范，反抗挣扎，还用车门猛夹远警的手，逼得警方连开五枪压制，还用枪托破窗，连拖带拉才把人救出车外。选前倒数的敏感时机，高雄市区爆发警匪追逐，独虫开的白色轿车被夹在中间，车灯破裂，钣金凹陷，玻璃散落一地。三名独虫预警拦查拒停，冲撞侦防车，被逼到警局前还不死心，最后远警当街连开五枪示警，三人才束手就擒。四支改造的手枪以及一些零件，在其中我们也收获。毒品。警方搜出改造枪支，持续追查枪支来源。三名毒虫全是枪击跟毒品要犯，惊险的警匪追逐，幸好没有波及往来人车。记者吴国正、王家庆高雄报道。